你知道头皮一条皱纹等于脸皮六条皱纹吗？很多人花很多钱做美容，只顾脸颊、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下巴，但是就是没有顾头皮。你或许觉得用头发遮着，所以不在意，结果第一个出问题的偏偏就是头发脱落，用手拨头发就掉了很多，导致花了几万块的保养都是白费的。无论你的脸部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保养到极好，人家第一个看见的还是你的头发，你到时候不是这里遮一点就是那里遮一下。所以你说现在你是不是应该开始照顾头皮了？既然头皮也是那么敏感的部位，选择产品也必须要比较挑，真的不能乱来，不然用错的话更糟糕。比如你用的必须要是 100% 没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，我们家的这款 H Reverse Hair Booster 正好就是符合以上这些特点。它中西合璧，结合了天然植物提取物，可以帮助你解决脱发问题，同时保持头发强度，用了可以解决头发和头皮衰老细胞水平，最后改善毛囊的健康状况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最自然的方法来帮你减少脱发。无论在头发湿润或干燥情况下，你都可以把产品直接平均涂在头皮上，然后按摩。重点是用了不需要冲洗，方便简单省时。想象一下梳头发吹头发的时候，掉在地上的头发少了，想象一下你可以自然拨弄头发，也不用担心头发掉。你拥有丰富顺滑的头发，再配上你细心照顾的脸部，你的自信马上散发出来了，你的气质也自然提升了，你自然就会感觉更加年轻靓丽，朋友也会问你到底用了什么秘方。我们 Medicine 11年来帮助超过19314位客户解决头皮问题，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是受过专业训练，在实体店里我们会用特定的检测仪把头皮放大200倍来帮你检查头皮。如果你要解决头发和脱发问题的话，马上联系我们，我帮你免费做一个价值38块的头皮 scan 和 analysis， 让我们看看可以如何对症下药帮你解决头皮和脱发问题。